好，我们看到这两天在网络上有一份监听的名单流出来了，是真是假？内政部告诉我们三分真七分假，哎，可是还是有三分真呐、啊。现在有一些情治单位的人员看到吓到呢，惊呼说：“哎，这真是我的案子呢，还在挂线监听，怎么会被公布出来呢？”我们来看看，对。监听风暴持续扩大，国民党秀出公文指控高雄市政风处为了选举不当前搜。高雄市政府的政风处跟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相关的公文往来，是针对这个高雄喜乐岛联盟的主席郭贝宏。那显然是因为呢，高雄市的政风处，我认为他就是想要帮民进党的黄捷去助选。我们现在是不是只要是不是挂民进党籍的，都要被收证？你的政府机关很喜欢那个偷听民众的谈话，民进党的陈其迈政府应该要为之负起那个政治的这个责任。甚至民进党总统候选人柯文哲录影祝福也被列入情搜对象。但柯文哲人也没有到现场，他只是录影祝福而已。这样子的内容也被写在所谓的查查贿选的情资通报单里面，所以显然是他们也是有系统的想要去入人于罪，要呼吁政府不要再利用查贿之名行绿色恐怖之实。新竹县大概102。他的监控对象是老天鹅娱乐，如果有被监控，这个应该不是新闻吧，应该是很正常的事。为什么这些资料会被外露？那显然我们的资安也受了很大的影响，只发了一个声明稿说什么境外势力，推给境外势力，这个国家的资安就不用管了吗？有最高检察署有责成台北地检署指派专案检察官立案侦办中，这个部分因为已经进入侦查程序齁，那本处针对这个部分也不方便说明。蓝野秀出去年九合一大选多达200个粉专遭到监控，执政署则回应相关资料需要署长可可结考前上回应，选前非律监控政坛人心惶惶。好，你要小心哦，是不是老大哥正在看着你？是不是所有的人所有的这个粉专都要被监控呢？哦，看到这一份所谓的这个爆料公社流出来的名单有九页哦，昨天前天其实很多人都看到了，里头有你认识的人，因为我们在算在政坛哦，或者是政治相关工作者，大家都觉得说，哎，居然这个人也被列入监控哦，或是监听的名单吗？刚刚看到郭贝宏有出来开记者会，郭贝宏是喜乐岛联盟的主席哦，某种程度他在高雄的第六选区是小绿嘛哦，就是跟这个民进党可能有分票的嫌疑，所以由国民党出来开记者会说，剪掉的爪牙哦，有在情搜郭贝宏。郭贝宏刚刚哦开记者会，下午两点的时候，他说这是选举奥包，是台版的水门事件哦。所以现在呢，只要不是我军哦，只要不是我的人，我就要监控你吗？看到这个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参选人，他们曝露说有九合一选举，现在有200个粉专被监控，老天鹅娱乐哦，这个我常常看的也被监控吗？哦，粉专也被监控。来，大佬你怎么看？有没有我的名字？好像没有。那我还要更努力才对。加油！所以我们以台湾的政情来判断，郭贝宏的观念是错误的。你现在选情不怎么样嘛，他政府都还要监控你，表示看得起你。你现在郭培宏在他选区的这个民调的高低啊，他其实不值得监控的，因为他根本没有威胁，你知道吗？他当然他是为了保护黄捷啦。嗯，对。但是哦，这个我们要希望知道的就是，这些监控单位是基于职责，没有人指挥我，我当然也要这样做，要不然我就失职了。而且我监控谁啊？当然不是我们自己人，当然是对方。还是呢，你这个监督是来自上方上面的命令，上面的指点，我觉得这个关键很重要。但是以台湾目前的政风政情，我们的政治环境，这个我一点都不压抑。但是有效果吗？没有效果。但是这些人吃着官方的薪水，一定要做这些无聊的事情，这是一个很累人的事情。如果你有更好的套路哦，他可以找，这些几世人无聊啊，你知不知道？监控其实不意外，可是名单为什么会流出来？那表示有人不服气啊，有问题啊？就是不是就里面有人不服气？里面有人不服气，是不是？来，委员先。这个东西啊，第一个哈，你说不奇怪，说监控郭贝宏不奇怪，就说好像是没有必要，因为他的选情并不好。你怎么知道他监控下来，他怎么利用？他怎么利用这个资讯？他先把所有的资讯收集起来，
有用没有用，要看事态的发展。对了，好，所以他们的做法，我是认为这几乎是全面性的在监控了。最重要的，刚刚傅雄兄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说，是这个监控的标准是什么？是他们这些人员，地方上这些情资人员自己要去做这样的一个监控，他有他自己的标准，或上面给他名单叫去监控，不管是哪一个，这个都怪怪的。这个都怪怪的，这民主国家是很少这样子，这个非常广密的这样一个监控，而且这是国安问题吗？到底是违法监控还是有这个监控？现在问题就在这里，立法委员们其实应该去监听，如果应该去追索这件事情，如果在像美国这样国家，他马上开公听会了，那就把相关的官员，有刚才调查局局长也好，这个情报总监也好，你们全部坐在底下。这些国务也高坐在上面，那就要问问题，你就要答问题了。可是你觉得我们这边有可能吗？不可能是嘛？民进党就给你杯葛了，不可能开这样的一个公听会嘛。所以这个可怕就可怕在说这样的那个标准不知道是什么，好，几乎是这样子，这个满山遍野的这样子在进行这样的监控，这个就真的是绿色恐怖。是有没有违法监控？还有监控的标准是什么？这些我们不知道。不过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内政部告诉我们的说，这是假的讯息，这个是境外势力。我觉得内政部还有包括今天蔡壁忠特别在这个他们在立法院完之后接受记者访问，他还特别讲说，这应该是对岸的这个所谓的认知作战，因为里面有几个简体字，我就觉得有几个简体字你就判别那就是对岸，那以后犯罪只要你掺杂几个简体字，就表示都是假的讯息。所以你会发现，不管是内政部或是法务部，他们面对这些问题，其实没有告诉国人一个所谓真实的状况。像有很多检察官，他一看，我说实在的，他说这好像是真的。所以到底是有一些是真实，然后有监听票，有些是真实但没有监听票，到底哪一些是哪些？我觉得我们的单位是有必要出来说清楚。而且你当你这个东西，如果万一是不管是真实或不真实，这是不是完全凸显出你内部你的管理是有问题的？那你这个如果往上去的话，那到底是内部因为一些的管理失当，或者一些内部有一些人假怨报复，还是本来我们国安单位里面对于这些讯息它本身的资安做得不够好？那这个牵涉的部分就是非常广的。我比较遗憾的就是发生这件事情，立法委员提出质询，每个人提出来问你到底是不是真的，你没有去直接面对问题，你反而是回避。你看林永昌的回应，你看蔡壁忠的回应，他并没有很清楚的厘清这个状况来告诉我，马上就推给境外势力，马上告诉我们只要一选举到里面就有很多的假的讯息，然后马上又用了一个大家已经听到已经耳朵长茧叫做认知作战。到底的认知作战的标准在哪里？只要是对你把认知作战放上一个中国大陆，你的认知作战难道不是民进党？只要跟你的意见不合的话，你就把它框上认知作战吗？先定义清楚吧。来，志伟，我想假消息大家都会遇到，台湾要守护好我们的民主其实很辛苦了。那大家还记得国民党的最痛叫做马王政争，马王政争里面其实大家对监听的程序大家了然如心，没有最痛，很痛。那你要监听要监控，其实是需要有检察官相关机关跟法院来申请，申请之后它还有期限，期限之后如果说查无事实的话，它还要发一个函给当事人。那这一波其实我看到这种东西，大家如果对这一条新闻所谓监听名册有兴趣，请用关键字上网查。你不相信我没关系，请相信自己的眼睛。它是在一个网络的暗网，在里面在卖个资，在里面卖的东西可多了，乱七八糟都有卖，什么个资等等的。那这些东西它就卖假的。那我上网去看一看，这个东西我要做我也做得出来，就随便 key in 几个字，然后随便把一些什么公文书的乱码把它打进来之后，就可以在网络上引起讨论。所以我要回归到一个重点是，这个就是假的啊，里面就没有这件事情。那如果说针对假消息我们要回应的话，那只能告诉大家这一波不要随机起舞，它是假的，它不是真的。而且历经过马王政争之后，我们现在不管是司法单位还是执政行政单位内政单位，对这些东西都非常非常的谨慎。好，来，王慧，我先讲，我插一句，何志伟宁可相信他是假的，因为这个如果是真的的话，里面没有名单没有他嘛，没有名单没有他，表示
他对党国的效忠，他这以功代我对来续罪，这样讲很不公平了。的论文率啊，你马华幽默一下，你几年动没掉？哦，表示他，比如说我们这个本节目从开始，现在已经到第四段了，是他刚才的努力还没有达到情治单位注意他的程度。好，来给晚会讲一下，来晚会，我觉得志伟有一件事情是讲对了，要监听这件事情，它是有程序的。那我们现在比较好奇，就是说，那这份名单它是有按照什么样的程序嘛？好，刚刚委员也有提到，我要讲第一时间，其实林佑昌的回答有一个部分，他是说三分真七分假。好，他跟蔡壁仲讲的是不一样，蔡壁仲是说是假的，那到底是几分？是几分是真，几分是假？如果这里面都是一些重要的台湾的一个重要的政要人物。连一分都不可以。好，那我要讲的是态度，就是说民进党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消息被放出来的时候，他第一时间就志伟就是会说假消息，蔡壁仲嘛说假消息嘛，哈，啊，但是郑文灿的事件的时阵，好，相关大家觉得该查的时候，好像态度就不一样，用同一套标准就好了，这是我们一直要求民进党政府。是这个主要是哦，我们看到这个内政部部长林佑昌在第一时间讲说，这是三分真七分假，所以我们就问说哪一些是真，哪一些是假？大家要知道，这九份的名单哦，就九页的名单里头，还有驻台的代表哦，包括日本的驻台代表，包括越南的驻台代表。如果这些人真的被监听，难道不会发生国际事件吗？这些国家的人哦，他不能来抗议吗？要非常小心呐，来。我想哦，这今天这个记者会哦，凸显出来就几点。第一个，不是民进党认证的，就是要办、要查、要监听，或者是说不是民进党认证的，不是民进党新潮流的，就是要监听、要办。因为其实里面有一些民进党的人物嘛。再来第二个哦，我相信志伟哦，还是或者说民进党就是继续的把责任往外推。刚刚就说，哎，是这个认知作战啊，假消息啊，讲不过别人就说假消息，不要相信，大家自己去查啊，查了之后又不知道是查怎么样，或者说有简体字就是假消息。所以这个三分真七分假，到底是哪三分真？大家记得前阵子这个体育署哈，这个电竞协会请这个有争议的投影仪来办，那他。体育署就马上出来说，没有，其实都是电竞协会自己把我挂指导单位。所以民进党执政真的很简单，自己做错就说没有假消息，认知作战，要不然说哎没有经过我同意，你们都是做错的。好，来进一下广告。